美丽，触手可及，万款正品超值低价，买化妆品就上乐蜂网，网购正品化妆品，为女性美丽护航。今年的流行的卷度呢，是大量的发，就比如说我们的头发呢是要多一倍的，那多一倍怎么会有呢？有本身就这么多的头发，所以今年的头发的长头发流行是发量是多一倍的，是重量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轻轻的啊，就拿自己的小梳子刮一下就好。那还有的人可能没有带梳子呢，常常你看就弄手，用手指，你看用手指这样子往上，就往上，对，你看这样就有了蓬松度了啊。好，然后把每一撮呢，我相信你们留长头发的人都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留过，可是我看长头发的人好厉害，都自己会这样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能耐，轻轻的呢将这个发量呢弄多一点，厚一点，那这样的效果呢，头发看起来呢就刚刚好。所以这个就轻轻的，你看我们也不用太专业，就只要其实就是在每个头发的表层上面往上轻轻的往上推就好。你看，哎，就轻轻点。那这个是今年你们现在看到我这个发型发量哈，跟卷度呢，就是今年秋冬非常非常流行的，在 T 台上面可以看到，如果是长头发呢，像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呢，都是非常好看。但这个卷度呢，跟以往不一样，它不会非常工整的，它有点毛乱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